玩笑话嘛，怎么可能呢、啊？话说麦当劳是不是有折价权？没有这种东西，没有这种事。我们整话题好像整得很快。没有这种事。真的吗？没有这种事。哎，我们又要上去了吗？我不喜欢爬山。我喜欢啊。好，那就去了 ，Go。来呀、啊，上去靠自己哦。嗯。啊，忘记补血了。等一下，是不是有怪物在旁边？我管他的，上去就对了。所以赶快上去啊！怪物照不到我们了。好了，上在上面。我猜错了，被我打死了。尸体的，下面的跟我在同一条路，因为我这边过不去，然后你一定要跳到跟我这边一样。哦，来来，厉害厉害，哥哥，不要去左边，啊、去左边。好球啊，哥哥！下面的就一直卡在下面的，他们永远都不知道我们在上面，对不对？哎，他打到我了，对他打到我，不要拉到，来爬上去，爬上去再说，爬上去。哎、hey, ，来了！啊，安全。Isaac, we're okay. 他还上得来吗？上不来。Oh, thank God. About Robert, I just don't understand why he would try to kill you. He blamed me for all the trouble we're in. He kept pushing to go home. 吵死！ I kept pushing to stay. But the mission is all that matters. 没了。I thought Robert understood that. I'm here for you. I mean that.你们讲那么感性的话，然后那音乐一直吵。哎呦，艾莉又不爽，我杀了那个 Newton Robert。OK， 音乐没了。哎、欸，我是跟我突然开枪，对不起。基本上他们两个应该会修成正果吧，在结局。哦，那也不错啊。你究竟？Isaac 跟 Ellie 会不会修成正果呢？请各位观众 ，Halo， 你最后几集不都用这个？那请各位观众抱着跟 Halo 一样期待的心情来观赏吧。可是最后口套拿跟士官长不是很好的结局。那你为什么会打飞了 ？Stasis 好。这种黑黑的怪兽真的很难。炸了！哦，还有一只，还有一只，跑跑跑跑，没了。他是不是撞到墙壁？哦，错了。不男不女怎么跑到这边来了？黑色的特别强，不男不女。为什么他们是黑色的？沾了油污以后比较强。因为。变那个了吧？就三天没洗澡就变强啊！三天没洗澡不行，所以我们也三天不洗澡吧。我们好几天没洗澡，怎么还是这么弱啊？从那边走，笑声真的很奇怪。奇怪，怎么在这里？拿东西呀、啊！哦，我竟然又拿了一个 scavenger ball， 真不好意思。这么多 scavenger ball， 真不好意思。Okay, I found another lift point. Still no witch. You guys all right? So far, we're just at the cage. It's infested pretty bad up here. I hope I find a winch soon. Isaac, just be careful. I don't need to lose both you and Robert in the same day. Yeah. Thanks, Ellie. Ellie 终于释怀了。你知道吗？你刚刚那个台词。如果是单人游戏，他只会说我不想再失去你。可是如果是双人剧情，他会说我不想失去你跟 Cover。Robert， 对我。所以他为了这个单人跟多人剧情，他特地录了两次，然后只少掉一个人。等一下 ，Robert 不是你吗 ？Robert 是那个队长。对 ，Robert 是那个队长。对我讲错了，对不起。哦，对哦，那台词没有变。啊、那我嘞？他根本不鸟你啊，哥哥。好，那我去跳来了。对不起，再见。我跳下去了，然后拯救世界和平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我这里有本秘籍。那个不是功夫吗？
拯救世界和平，拯救世界、维护人类和平的任务就交给你的好了吗？你跳下去啊！你跳下去。我这里有本秘籍，我看与你有缘，就10块钱卖给你啊。哪里啊？我也没10块钱。你会了，我都会啊。你还有什么秘籍？快点说。上去吧。嗯。好的。没有 ，OK。干嘛？超喜欢这一关欸，超帅的，还有那个射的那个钉枪的感觉。石头掉下来了 ，Stasis，Stasis。Stasis, Stasis Yeah. 我怎么翻不过去？其实可以。注意哦，这个石头只要还没倒下来，我们就还有机会。Okay、还有那个电梯 ，OK 的，哇！还有那个电梯，电梯固定住了，往那边跳，往边跳，跳，时间不久，时间不久，没有跳过去。OK 啊 ，OK， 石头掉下去了，没差，过了，还好哦。我待在游戏这边重过了好几次，你知道吗？真假的？真的，应该。为什么我上不去？好厉害哦！哦，等一下，对不起。好，对不起，因为刚才那个，反正各位观众应该知道，家里有时候突然有事，我要卡掉一下下。他们又看不到。哎呦，不知道刚才有没有把我声音录进去？因为我刚才跟我妈妈讲一些事。没有，没听到。OK， 那就好。因为通常我都是有锁门的，只是他来问我说：“他来问我说为什么他要吐痰？”他还问你说那个麦当劳有没有优惠的？不要扯麦当劳好不好？我们没有受他赞助 ，OK。哦，没礼貌，没礼貌。我吐我痰啊！今天是吐痰，吐痰全集了，对。一直吐，一直吐。慢，慢。一直吐，一直吐。没有，因为我妈来问说为什么录那么久啊？因为我平常我跟 Faker 通常没有录那么久，不过我们最近都是有时间，我们就录大概快2个小时，这样一次可以带给大家比较多的 Dead Space， 希望大家了解。哎，你走到哪去了？我在后面呢、啊，我在后面那个检查肉品的新鲜度。OK， 新鲜。这里这么冷，不可能会腐败的啦。他们的肉就是腐肉哎、欸，哥哥。他们都可是这里那么冷哎、欸。OK， 上去吧。上不去啊！啊、哦。很烦的、欸，我不喜欢看这种动画。I found the winch. I'm gonna start it up. OK， 我们要下去，发电机，同时两个人发电。Hang on to something.Wait, I don't like this. Just talk to me, and don't look down. What's our next step? Well, 哦，他把他们拉上来。You now know that in order to turn off the machine, we'll need some sort of key. The researchers called it the codex. Okay. Codex. So we have to make one. And how do we do that? The same way they did 200 years ago with Rosetta's research. Oh my God! Take it easy. Just blown a fuse.Maybe I can divert power from the lights. 交给你了。不好吧。交给你了，就把那两个弄到绿色就可以了。我都打不开嘞。哎。哦。
So, tell me about this, Rosetta. Well, we don't know much. Just that the Codex was made from her research. Where will we find it? In the facility at the top of this mountain. Great. See? 这很难啊。Almost done. 另外，刚刚有提到 Rosetta 是什么？其实那之前任务就有听过了，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名字，但我还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反正很重要就是。我还是不会解这种东西。你擦了，反正不会死。啊，我就不会解啊！加油，加油！行不行啊？不行，给你解好了，我实在看不懂。啊！快点啊！他们那些女生在尖叫了。啊！需要你啊，哥哥！还是其实只要一边绿就好了。九十六十九十的话，不如把这个弄掉。哦，你的叫声好好笑。你真的就很职业军人、欸。刚才从看到你说你很坚决你的任务啊，很，你看吧，很烫吧。哦，我懂。反弹了。你又懂。你把它调的好像很奇怪的样子。谢谢哦，快点，那些女生等啊。二十七十九十哦，所以七十一定超过啊，那五十不会，然后九十先放掉。加油啊，哥哥！哦，解谜小王子靠你了 ，yes， 厉害，来了，上来了。然后最后一秒掉下去就好笑了。我们原本从大概有六个团员，现在到剩四个。That wasn't so bad, not bad. I was crying the whole way. Just get me some solid ground under my. 哦哦。乌鸦嘴。Santa. Give me your hand. Santos.哦哦哦！说真的，他只要跳过来不就好了？很难啊，一个女生。哦哦！Oh my god！ 他为了要救我们。God damn it!I had her! It was gonna take us all down with it! Isaac, the cliff's falling apart! Uh-oh. Come on, damn it, give me your hand! I promised her! I could have reached her if I just had another second! Wow! 大口地来了！为什么他可以上来那么快？对啊，他是蜘蛛，是因为这个原因。好了，所以我们现在爬了老半天，我们又摔到谷底了。所以我们刚刚都白爬了。应该是这样讲。而且这个女生叫做 Santo， 女生应该叫 Santo 才对，我管她叫什么。Saved her. Can you get back up here? Yeah, I think there's a way up around the side. 你怎么摔那么后面？你怎么摔那么前面？走开！好笑、哦，没有那个艾莉也太轻松了吧？她刚才从头到尾都只站在后面，什么事都不做，然后。等到我们摔下去以后，他一直打通电话说：“你们还好吗？”完全好像不太在乎一样。我这边刚好就有这个可以用，这么刚好。Oh my god！ 啊，这个就不刚好了，这完全不刚好，要打是不是？跟我斗是不是？妈蛋！这次不解决掉你，我不姓张。哦，好，我先被解决掉。他还有伙伴呢、啊，哥哥。Generator to get those harpoons working. 发电机，发电机，我来。发电机在哪里？我先纠缠他一下。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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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电机开起来。加油！
重点是开发电机要干嘛？哦，有雷射可以射，让他靠近这个雷射，快点，让他吸引他过来，吸引他过来，你在干嘛？射他！嘿，过来打后地，我们进去。这雷射是防卫机制啊，快点吸引他过来呀、啊，飞舞过来啊！为什么没有被 cut？ 有了，有被 cut。中了，碎。你可不可以让我用完东西再打我？谢谢。哦，爸爸用坏喽。爸爸挣脱了。再一次。我，榴弹枪真的不能太近啊！对不起各位。那就不要用榴弹枪嘛。太近了嘛。哦，那个八角怪真的很难打呢。我以为那一场 boss 战就结束了，想不到以后每一场都是 boss 战。就说吧，我之前说的没有错吧？这是全游戏最麻烦的 boss 战。真的假的？我没有说错。这个破梗王，等一下他又要出来啊！好厉害啊、哦！拍拍手。OK。掉怪。离开发电机，离开发电机。你挣脱他一下。OK， 开发电机。滚，滚 ！OK， 开发电机哦。Hey, use that generator to get those harpoons working. 让他过来，让他过来啊，宝贝。我也要进去，我也要进去。他现在跟着我。我保护你，快点。包进来了，我终于用在对的时间了，感人。他太近的时候不要用榴弹枪。好，中了，拉拉他，拉他，拉他。我拉他没有什么用，他还是会。不会，我一直拉就对了，拉拉拉拉拉。加油啊！我掩护你。你啊 ，Faker， 夹住，夹住，拉住，拉住，拉了可是没有效，是不是两个人要一起拉？糟糕，我怀疑是两个人要一起，不可能啊，怎么两个一起拉？怪物那么多。啊！你是不是把自己炸死？没有，他连续打我两下，他每次用这一招。等一下，好，到底是两个人一起拉吗？我不知道，单人的时候是拉，然后他就断了。双人或是要一起拉吗？一起拉吧。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啊，一起拉！因为我刚才在找，我正在打小怪啊。不打小怪的话，你就被包围。先把那个小怪用 stasis， 不打他。我马上就被他挥了。什么鬼啊？不行不行，不行！夸张啊，凶悍吧啦！凶悍吧啦！发电，我发电机来了。OK， done。决定要换这把。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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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让他过来，让他过来。对，好像要两个一起拉。对，没错。等他过来。过来，这废物。去哪里？这废物。哦，你还打到我！啊、先拉，先拉，先拉！抓到，抓到，抓到！去拉，去拉，去！最高用 stasis。你要用左边那个是不是？你左边那个刚好有怪物。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没有，我这边没有可以拉的，所以一个人拉就对了。一个人拉就够了。挣脱了。没关系，再来，再来就好了，再一次就好了。可以把他打死。不行不行，打不死的。先让他进来，先让他进来。哦，保持血量哦。
他最好不要再用那一招。保持距离。进来啊，废物！干嘛用 status 他？不然他进来更慢。啊，对啊。过来啊！来来来来来。好，就这样的。他不进来，来了来了。我还打我，他奶奶的！对他都会被中了中了。加油！就一就一个啊！你就拉你就拉拉你那拉我去拉。没了。Oh, fuck！ 哦哦。拉！要把车爆！要把车爆啊！不能再拉了！再拉再拉！我已经要脱缸了！什么再拉？我不能再脱缸了啊！为什么没有下？不行，他跟着我。那应该有效，只是那个你要帮我打小怪。有，我帮你打了。可是有刚刚有一个小怪突破防线，他拉到我了以后，我就不能动，我就糟糕 ，B 就不能按。对，蛮麻烦。拉进来。Come on！ 哇塞，跳那么近，吓死谁？哦，对不起，对不起，哥哥。中，我去拉，我去。闪边呢？糟糕！加油加油，哥哥 ！OK， 我要拉哈了，我要拉了，拉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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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进来了？为什么？拉！让小怪远离我 ，Faker。有我尽量。啦啦啦啦！我按到手已经要抽筋啦！有人要攻击我。没有，我现在用弓箭，你知道吗？我现在完全不管。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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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糟糕，他挣脱了。Medic，Medic， 等一下啊，我们遇到一个瓶颈啊。奇怪，我刚刚有看到你拉，而且一直拉他不放，他也没挣脱，为什么没有成功？我觉得是你那小怪一直干扰我吧。是吗？对啊，因为我的画面是说一直按 B， 但是那个小怪一出来我就不能按。我是可以按，可是没有效的感觉。然后它自动会跳到另外一个画面，说你绳子拉得很紧，就这样。有吗？有跳到画面？问题是有跳画面就算数啦。OK， 对啊，有应该是 bug 吧？不会吧？这游戏 bug 真多。我来用这个好了。Yes， 各位观众，又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旅程。叫他过来啊，废物！看，现在觉得刚才那个第一次遇到这个 boss 的时候是最简单的时候，对吧？那时候我们还玩那么久，这个是在干嘛？我要他过来啊！他过来，他过来！我天哪 ！Yes！ Oh shit！ We're gonna torch that line. He's gonna break free.OK， 啊，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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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
看吧，这叫啊！你们大智佬都死了还叫？水！哇！耶耶耶耶耶耶！没了吧？没了，结束了。结束了。有没有东西啊？大蜘蛛怪打爆啊！嚣张，结果最后竟然是被扯爆，还算是蛮独特的杀法。不错啊，至少叫扯爆，不会说前脚跟着跑，后脚也一直跑，没有这种事。没有两个脑袋这样。对，如果他扯开，结果我们变两个 boss 就完了。不好。所以刚才那个就是没有在外力的干扰下把 B 全部按完。是啊，那太正常。我要设定说你要按200次 B。啊。真麻烦。真麻烦。至少过了。这个。他应该不会再出国了吧？除了他还有弟弟。啊？你不要这样讲。你不要这样讲。他还有兄弟姐妹，爸爸妈妈。哦、oh. ，那我想打个。哦、oh, ，真不体谅我们，我们才刚打完 boss， 很累。真的，而且快裂开了，我们要上去，快点！我怎么卡住了？谁卡住了？哦、oh, ，那个死丑女又来了，我真的觉得她不太漂亮哎、欸。不会啊，不要这样讲，只是人物模组的问题。对，这一套人物模组设计不是很好。You're a good man, Isaac. You did everything you could. No, I didn't. I gave up, Ellie. 现在换 Isaac 要开始失望。哦。Must be the place. How the hell do we find this Rosetta? 这很电灯泡哎。She must have a lab up there someplace.We should look for an office or a set of files, anything with her name on it. We can take that to the entrance. Come on. Rosetta 到底是什么东西？下集揭晓。Rosetta 就是我们有一次，大家各位观众不知道记不记得，就是有一次我们的支线任务有一次没有录到，就在讲 Rosetta。Everything has its place. Research compound.下集揭晓，对，下集揭晓。我很相信这一集到这边喽，谢谢大家的收看，声音画面就到这边了，拜拜。